就要开始我们的开幕活动，那等一下一日店长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舞蹈，同时他们在活动最后呢也会开始帮大家结账，因为你们都有拿号码牌，对不对？要等着买我们非常好吃的炒泡面，看我们今天那个炒泡面有两个品项在这里，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吃我们很好吃的萝卜糕。 那你们呢？现在的票价是多少？
Thank you.